啊，所以他第一要找到雨水，雨水了，然后呢，后两天记住，这个是雨水，比如啊，比如哈，你们翻开那本书，这个是雨水，对不对？这个天是雨水，你不要说这个，这个是零，下来叫一天两天，这样会不会？因为很多人错就错在开始啊，雨水开始哈，他就算一就错了，好像你的是零，对不对？你看零的话怎么算，对吧？所以零、一、二这样算，懂不懂？好，告诉你们，每年的这个时候就是你们转运的时候。每年，英文叫 every year， every year the rain water after 2 days is your luck。雨水后两天了、啊，啊 yes 啊、yes, ，I understand good 啦，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你的你那一天就是你改运的时候，你试一下，啊那一天走过去，内裤，倒霉一年了、啊。所以哦，一年而已哈、啊，那个叫小运，啊，五年呐、啊，中运，都得起来，大运都在那一年，那一年也是我们的元神跑出来让你给他东西的时候，懂吗？但是他不会 ，go go go，come out，I want to come out， 他不会了。所以那一天你的心情好。十年都好，五年都好，一年都好，那一天也是不能做工的一天。如果要做工，要小心，心情要很好。啊，有人踩到你的脚 ，Thank you， 很痛啊，不用紧啊，就开心，那年很开心。那么我们算命的人知道你在过那个大运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弄你生气，啊，你就衰了。所以那一年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啊！所以如果是每年呢、啊，十次嘛，十年不是十次吗？对不对？有两次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说的这样啦，啊！三十一岁这一年的冬至后两天，三十一岁哦，今年他三十一岁，今年冬至后两天很重要，因为他做得好，过五年很好。所以我们是不是每次都有说 lucky number？ 很多人用 lucky number 就是用这两个咯。Every 2005年就是你的 lucky year， 你的 rotation year， 你的改运的时候。你为什么会不好？就是因为你那五年做的不好，那五年的开头你做的不好，知道吗？那么每哎呀，是啊。上五年我真的不好，对不对？我现在还在第三年阶段呢、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没关系嘛，天无绝人之路嘛，对不对？今年也有冬至啊，今年也有立春嘛，今年也有芒种嘛，今年做啦，今年做了可以补充啊，明白吗？很重要啊，所以你们是不是很想知道哪一天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可以买一本《正觉万年历》啊，对，这本你哪里买的？哦，这边啊，你可以买一本，但是衰了，你买一本用一次而已啊。不是啊，每一年都可以用的，每一年都不一样的嘞，懂不懂？或者呢，啊，你可以买一本《通胜》啊，但是你一定看不懂。啊，所以这个是 very important year，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的啊交大运的时候啊，交大运的时候很重要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哎，师傅，如果交大运的时候是我们的什么筹啊计啊，还记得吗？这个位置是我筹和计怎么办呢？筹计就无存，就是说在那一天是我筹啊。在那年我过五年嘛，好，第一年嘛，哈，是我的筹嘛。放心，你只要好好的照我们的方法做，点七色烛在家 ，celebrate， 啊，不是 celebrate birthday， 啊，是 celebrate 我转运，买一个 cake， 里面呢写着什么运转乾坤，
他会帮你写的，啊，可不可以写华文名？如果你的华文名是吉，可以；华文名是凶，就不要写，就写 David 这样子的。然后呢，插几根蜡烛，十岁一根大的不可以，五十岁就五十根，不能够一根。啊，小小只的要插，然后呢，要叫三个见证人，告诉他你改运了。啊，他必须要做你的见证，然后来你家，你不可以出门。啊，你不可以出门，那时候是你的元神最弱的时候，很弱的你的元神，你的元神像是什么？没有皮的人，很容易感染细菌的。所以那天朋友来了，你不能出去呢，不可以开门，不要跳出去，元神会被受伤的，很惨的。然后过来了，坐了啊，讲话哥，哎，我的 thanks 啊 ，thanks for coming。吹蜡烛不要唱生日歌，只是静静的啊，好好的求一个愿，这个愿一定会来，一定会来。还暂时没有人没有愿，那个愿没有成啊。然后求一个之后呢，叫他们不要玩那个 game， 不可以玩那个 game， 也不要 game ball， 他帮你吹。不可以，懂吗？啊，几点点蜡烛无所谓，但是五十根蜡烛还是六十根就看你几岁，然后一次吹完它，把蜡烛拿掉切，大家一起吃。啊，这样呢，你的运就非常的好。那么你可以之前买电话，然后呢，那一天你改运的时候不要出门，在家呢好好的 set 一 set 你的电话啦 ，set 一 set 你的电脑啦，在家做这些东西可以的。念经拜佛都可以，但是不要睡觉，不要一直累了回家睡，又睡觉，又睡觉，睡一天了不好，因为元神没有力，睡过上来就好了，可以看电视，可以看什么都可以，知道吗？啊，但是不能出门，你会受不了的，那天一直想要出门的，但是那天你的元神是最弱的时候，需要休息的时候，所以人为什么会倒霉？如果现在你觉得你自己很倒霉，你自己觉得自己运气不好，你算一算你的前五年，你算一算你现在是不是第五年的时候你没有好好的做，你做了些什么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天呢，有些人来念经啊，有些人就但是只有那一天而已，只有那一天，通常我们都是点七色烛，那么提早一天呢，把神啊佛啊全部啊打扫好好啊，那么拜水果啊，这样子跟我们一起度过这个啊，因为元神是最弱最弱最弱的时候，这一天也就代表什么，也就是代表说我们本身的元神很弱了。有些人像我们呢有这种 chakra 在保护着我们，我们呢平时又一直在念经啊，早上五点多起来就念经，然后呢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呢也念经，我们现在念经已经不像是你们以前这样子的念法，就是念一条佛珠，或者念一次，或者念八次、二十一遍、三十一遍。我们不念这个，我们现在念的是什么呢？就是算时间，就是十五分钟念经，而不是二十一遍。我也希望你们赶快达到这个境界啊！五分钟开始，慢慢呢，十分钟啊，但是最好是什么呢？闭眼睛啊。或者眼观鼻，在 Facebook 一个视频，我看到有一个我们这里的同学，他在念观音菩萨的时候是这样子的，不对哦，眼睛要看鼻子的，不可以关起来，因为什么？关起来你会晃，啊，只要是念经，只要是做法，只要是什么，啊，你是这样子晃，或者这样子晃的，或者有些人念了会这样，这些都是魔。都是魔，怎么样才知道是真正的佛教的呢？释迦牟尼佛做了六年，你还看不出啊？但是你不需要去树下坐六年了，你在家坐就可以了啦。啊，眼睛观鼻，然后鼻子呢？鼻子控制我们的 breathing 呼吸，但是你呼吸不要这样。很 smooth 的，很 smooth， 所以眼睛观鼻，鼻观心，所以你的气啊，一定要想办法让你的气呢，就是不要让你的气散，
讲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就是一直念，懂吗？当你念完了之后呢，你看哎呀，一看哎，十五分钟了，成功。如果你开眼一看，才一分钟，啊，有一次啊，啊，不隔天没有做工了，没 holiday 嘛，啊，我就在念，啊，念了 ，OK 哈，一个多钟了，我都不知道啊，我只念三十分钟嘛，怎么念到一个多钟了？完全没有那种感觉，啊，这很好嘛，啊啊，不是，你们如果能这样很好了，啊，所以以后呢就用一个小时、两个小时来念，知道吗？我用一小时的时间奉献给啊这个我妈妈啊，奉献给我的健康，啊，这样一个小时，你就一个小时好好的念，知道吗？念经念咒都是这样子要念，不要去用那种108次，不要用那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啊，从来不会告诉我们说啊，你们要念108次哈，没有的，那又是执着，啊，用时间来计算，所以受不了的人一分钟啦，你受不了吗？再受不了的人呢，就是拿时钟啦，这样子。那完了，当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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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， 两完了，那个没变呢，他太紧张了，要看时间的，啊。所以静坐什么都好，静坐关眼睛就错了。静坐是眼睛关鼻的，不可以关眼睛的。啊，你而且身上不要有任何的重器物，重器物不可以有重器物，要放松。好，静坐最重要，念经最重要，你们这两边要放下，要放下，不能你现在啊，你看一下，你是不是你放松，是不是放下来？刚才你知道你多高吗？啊，所以你要放下来。要好好的放下来，啊，这边这两边 ，OK， 好了，懂了哈，明白吗？我们一定要知道。当然，你们现在的第一个疑问就是，那我每年什么时候改运？去年不要再说了，今年就是你改运的时候，赶快去了解一下。然后呢，既然了解今年，对不对？再了解明年嘛，一起了解嘛。啊，有些人很幸运啦，9月5号。啊，9月5号，那就明年也是9月5号，恭喜你了，就知道比较清楚了，2个9月5号了，阿摩。啊，而且这些啊也有魔的，他们也有魔啊。等一下，你问我的助理，哎，立春啊，后5天是几时？我的助理有些都是魔啊。他也无缘无故去跟你讲10月8号啊，你也是以为10月8号，所以靠人不如靠自己，要自己要会算，懂吗？记住啊，这个很重要的嘞，很重要的这个啊，所以今年你很倒霉了，你在那一天要好好的，好好的过，在那一天要开心的过，啊，一直在家，108遍，保证你的孩子、你的老公全部像。我莫笑了 ，OK， 好，那么算一算，是不是8个？是不是？算一算有没有8个啊？有哈，都有哈，都有8个哈。好，来，现在就开始教你们了，8个哈，8个好。这个地方，看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工作，上面这个是我们的工作，下面这个是我们的生意。男人就好，男人再写一个老婆，在这个地方再写一个情人。男人好，女人不要写啊。那么如果不懂你们是男或者女，你可以看身份证，你身份证后面有跟你讲那是钢的还是木的。OK， 明白。但是女孩子也可以写事业啊，事业好了吗？啊，这个你可以写英文 career 啊 ，career 哈、啊，其实翻译过来很像 client 啊，是吧？好，来财，想不想赚钱？想不想容易赚钱？
好，那么看到这条线吗？看到吗？这条线和这条是什么字啊？克，看到吗？这个是谁？自己，自己能不能够克服它？你能够克它，你就赚到钱；你克不了它，你就赚不了钱。很简单。好，所以你这个有没有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有有就好。啊，有些是零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些是一个。啊，那么我这边能够克掉这边，那你赚钱不难的。啊，除非你要求高啦，一千块你都读 Plan B One 而已，那就300块就好了嘛，你还要求十千呢，赶快。啊，明白吗？嗯，好，那么这边也是我们的。